是啊，能感觉到这个游戏的制作者的确花了很多心思。发现一些特别的东西，就是我们玩的这些游戏啊，你有没有发现他们都隐约地指向了同一个主题？我也这样觉得，虽然这三点理应是伴侣之间相处最基本的要求，但在长时间的共同生活中，有很多人会慢慢淡忘这些，甚至逐渐地把伴侣理所应当地认为是自己的所有物，而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。或许爱情连连看这个游戏就是为了提示情侣们，无论两人身处怎样的阶段，都不要忘记这份初心吧。对，不会忘的。怎么会？我对你可一向都是说到做到。听好了，我的答案是不会。我不会觉得紧张，也不会刻意去想经过这几天的游戏，我们的关系是不是更进一步了。因为在完成游戏任务的过程中，我已经感受到了我和你之间的默契与自然。这种默契与自然，并不是从小到大习惯而来的相知相熟，而是我们成为恋人，成为家人后独有的心意相通。然而更重要的是，我意识到我们之间现在的关系，已经真正的变得平等而又松弛。我面对你，曾有过分的保护，也有因病情而来的逃避。在过去的时间中，我曾一度以为将一些事情独自忍受之后能更好地和你在一起，然而我渐渐地才明白，这些自以为只是一种刻意的回避，对你更是一种巧立名目的不平等。但现在呢，这一切已经变得不一样了。你看，我们刚刚成为恋人的那段时间还会产生一些别扭的感觉，但是这次订婚后再度进入新身份的我们，
并没有像之前那样有什么奇怪的体验。而且这几天玩的游戏，与其说是增进感情，不如说是验证了我们之间现在就是这样，真正的自然而平等，天然的而又毫无保留的对彼此坦诚。我们现在这样真好，我觉得自己好幸福，也好满足。哦，礼物。你说这不仅仅是送给我，也是送给我们的礼物。那盒子里的枕头，不单单是我有吧？不，一点也不普通。这件礼物我很喜欢，对我来说是最特别的。同床共枕这个寓意不是很好吗？而且我在想啊，有了他们以后，和你共度的每一个夜晚都会更香甜吧。
不过，你的礼物是不是还没有送完？我还不知道这个枕头睡上去到底舒不舒服。现在，我们要一起体验一下，才算完整吧。今天的梦一定很甜。